什么，然后又是满一个月的日子，就是自己的心情现在如何？觉得很开心吧，就是没想到既然在信用卡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在上面，所以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很感谢主人，对，很感谢主人，就是愿意为我们办这个，然后而且又今天又是刚好满一个月，觉得真的很荣耀，谢谢大家。那对卡的外观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外形？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可以自己申办两，如果可以的话两张都想申办，对。董事长遇到说会有可能跟粉丝可以见面，那你们会期待这个就是跟粉丝们一起打球吗？还是比较期待参与？我觉得都期待啊，因为毕竟粉丝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们，所以能有机会跟他们互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我看到你们 IG PO 说前几天有一起去运动，那你们私下还是会一起去练习，去做一些体能训练吗？对，当然，因为我们身为运动员，本来就应该时刻保持自我体能跟训练，对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训练的也不一定要 PO， 对，但是就刚好昨天是一起回金门，然后去跑步，对。除了发卡之外，未来还有什么规划？目前没有，就先把比赛打好。那你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卡面的设计吗？那当下看到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觉得我那张那个灰拍的还蛮帅，对，因为最近都是我们的就是打比赛的照片，那张就比较不一样，我觉得那张还蛮帅。李阳觉得呢？我比较喜欢那一张，我觉得就比较像是我们两个很自然，就是呐喊在比赛中那个画面，我觉得真的是蛮符合我们，所以我觉得自己两张都想分满。对对对对。明天在下一场大型赛事准备？我们就是九月应该准备会慢慢已经开始要回归，就是正常训练，然后因为十月中就要比赛，所以我们已经在开始准备了。